武汉市民生活压力，经中央军委批准，根据中部战区命令，驻鄂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2月2日正式抽组成立。他们将负担武汉市民生活物资的运输保障任务，一直持续到疫情防控结束。与此同时，火神山医院也在飞快建设当中，4000余名工人近1000台大型机械，24小时轮班抢建，10天10夜争分夺秒。 火神山医院在日夜轰鸣的机械声中拔地而起，数千名专家和医护人员集结湖北武汉，中国速度令世界震惊。注意点啊，别碰着人。哎，妈，您今天咋样啊？好。妈，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火神山医院完工了。我已经跟社区提出申请了。 他们说会尽快安排您入院，没准就能把你安排到火神山医院。那可是你儿子亲手盖的医院，您就放心吧。奶奶，爸爸真棒，真棒，真棒。本来以为啊，你们还能再待一段时间，没想到那边的医院建得那么快。火神山医院是我们的新阵地。老花，我们依然是并肩作战。 同志们，你们是支援我们省总二院的第一支医疗队，你们来的那个时候，正是我们最最困难的时候，这份情谊，我们记下了。我代表全体职工，感谢你们了，武汉人民忘不了你们。 向坚守在一线的武汉医务工作者，致以最崇高的敬意。